我要去牛奶工厂。哎、欸、呀，我牛奶工厂呢？我牛奶工厂在这边。我想要玩玩看这个。哦，吓死我！刚开始不要这样吓我，好吧？好，这样对一个投资，谢谢。OK， 拿到了奶油，然后击杀掉自己全部东西应该就可以了。我继续的话，这边拿这个好了。哇哇，整套还不死欸，真的假的？哇，没撞到，没事，我矿车多的是。对耶，可以用矿车撞他们欸，我在想什么。哇，矿车撞不死！太狠了，太狠了！感谢勇的追随哟、哦！矿车撞不死，太狠了吧！快叫我拿一条矿车。哎、欸，怎么剩下你一只？好、哦、吓死我了！哎、啊，那边有矿车啊！我矿车被我弄掉了。算了，反方向吧，反正没有。OK， 我矿车又不见了。吐了！来，我来。哎、欸，矿车撞不死哦，有啦！我吓死我！范围增加，速度增加。哦，可以了。OK， 解锁完毕，再见。OK。哦，接下来我们先去开新角色，因为新角色有那一个成就啊，还没有把那个东西吸过来，好可惜哦。哦，等一下 ，OK， 我画面突然间被拉大了，我被吓到了。不是有栏杆吗？栏杆有办法走过去吗？我到了没？掉了。没有，这边栏杆没办法走。
哦、oh, ，OK。我可以等两分钟吗？全部下去，再见。OK， 解锁完成。呀，这只也是编织是吧 ？OK， 这样就可以了。OK， 哇，它这只要19000哎，好恐怖哦！先解锁最麻烦的东西，所以我这边要打 spam， 然后啊这边要打 spam， 然后。我觉得这样好了，然后这边也要打一个 spam， 我觉得这个好麻烦了。然后进来，哎，我是哪一名做好？哦，我做到了，哎，啊，对，我做到了，哦 ，OK， 好，没事，啊，没事，没事。